旅程的人，像跃出水面的海豚，离开生活海洋，随心翻腾，循着河流蜿蜒，去浓雾中的小镇，远方的人们，陌生的脸庞，对着异乡的我笑得真诚，告诉你好，马上又回首再见。哦，哎，你好。你就不要来，我很熟悉的，嫌弃。你在这边是做演员，还有主持人，这些都做对不对？你学了多久了？我其实都很业余的，锻炼身体灵活度吧，大概也就一年时间。哦，学了一年，那也很厉害了。不是，就是真的是花钱修的。哦，那个实战当中会不会有帮助啊？哦，这个我觉得，如果要你和我打一场的话，我是完全不行，可不可以？等一下，我也要试一下。好看吗？好看、啊，这是新的手套吗？对。他们自己的牌子。哦，自己的 logo 是不是？对面的人多吗？还挺多的，因为这附近都是中国人。哦，这是干嘛的？就是为了防止手受伤。哦，这个护一下。那正式比赛之前，那个仪式还有点难。我会中文的吗？
在武力分打过几场？好几场，好几场。那就我打过17场。十几场？哦，胜率怎么样？胜率？输了三场。输了三场，哇，那很棒，打了十多场才输了三场啊！啊，对对对，我就随便，啊，就不用那个。免奶奶吧，免奶奶。会有点臭，没事没事，没所谓没所谓。拜拜。那个什么，阿文。阿秋来，溜溜溜，来来来来。看看看。可以看对。播球得了泰多冠军，是不是？他现在他在泰国泰拳这个行业里面，他算他在算就是说什么地位，是很也算是很厉害的吧？不是厉害，不是很厉害的，比他厉害有好多。哦，比播球厉害的还有好多。老板是不是也是以前练泰拳出身的？在那里，那边的摸一摸都大。买了 trainer， 就是教练，教练啊，教练那也是和泰拳相关。现在老了，自己就，所以就让给这些年轻人来。从小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练，就开始练。对，他说他是从学六岁开始。他们喊到差78、78เนี่ยแก่ไป17、18岁算老了。哦，算老了。ต่อยกับต่างชาติอะสบายแต่ถ้าต่อยกับคนไทยด้วยกันเนี่ยต้อง7、8 ขวบ。跟外国人的话那就可能是小意思，但是7、8岁说是最好的最佳年纪。哦。รุ่นนี้นี่ต่อยมาอย่างน้อย60-70 ครั้งบางคนต่อยเป็น100 ครั้งต่อยได้7-8 ขวบ60-70次多少次200多场他已经打了200多场最正式比赛最早是从多少岁开始打？就是说第一次打正式的比赛是什么多少岁？六岁的时候可以比赛吗？哦，小孩子就可以哦。林宝他就打一个混开，他混开打一个赢呢。六岁就可以，就是正式的比赛小，就是从小就是小孩子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啊。先玩很流氓啊，就这样想打朋友。哦。天天想打朋友。那当你朋友比较，因为他比较喜欢打朋友，小时候啊。那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女朋友应该是不会打，打朋友嘛。那老板其实可以去中国开拳馆，可以。中国很多人喜欢开拳。本地粉金，超不会开的。哦，老粉金啊。他说，如果是有中国的客人，太阳，澳门那边黄来了，他就会去中国开。现在有新加坡、迪拜那边的客人过来找。哦。其实他长得蛮像中国人的。你车彩金那个？有没有中国血统？没有同学，但是长得很像中国人，那个五官，这样子，对啊，那很帅。我是希望你，哎，那个成，没有你帅，成为第二个托利奖就最好，拍东一峰第三部。哈哈哈哈哈。那是的，他不会打比赛。他不会打比赛。跟人不会。托利奖不会比赛。我如果他真的和你打，我估计你会把他打败的。他不太喜欢跟人。会泰拳表演啊，只会表演啊，会打比赛。如果他真正的和你在这里打的话，估计打不过你，是不是？可能打不过。可能打不过。
倒了，对对，好扁。这是比较老牌的中国餐厅的啊，在老山东这边，就是泰国，算是这个中餐馆最发展的最好的，发展最好的，分店最高，分店最多，好几家分店在啊。是要水饺还是煎饺？里面有米糊，还是锅贴？蒸饺。我就点个小鸡炖蘑菇吧，天王盖地虎，小鸡炖蘑菇。小龙虾，小龙虾，这里有没有？没有小龙虾，没有小龙虾。没有小龙虾。等我开新的店就做了。啊，提了猫，为了醉，哎呀，醉了醉。什么醉？小龙虾。啊，小龙虾吃了醉啊。醉虾。他妈呀，身材够好啊。那你们，那连妹妹呢？妹妹啊。一开始过来这边是什么机缘巧合过来这边？过来这边了，其实就是学泰语啊，就是跟大家一样二加二嘛，因为广西人很多人都学泰语。对对，东盟他们和东盟国家联系比较紧密一点。对。学泰语就留在这里。对啊。刚开始第一年就很想回来。很想回来。对，就是大家都说，哎呀，还是中国好呀，都想回来。那毕业之后各种机缘巧合，其实很。故事还蛮长的，蛮长的。反正最后，哎呀，还是留在泰国的。你最开始是做什么工作在这里？刚开始我是在，你知道正大集团吗？知道。对。那个叫。饲料养鸡。他们那个老板叫谢国明。对对对，泰国首富。就在正大集团的一个大学，叫正大管理学院，在那儿，然后之后就到了中国大使馆。中国驻泰大使馆，对，所以我的经历还是蛮神奇的，对，就是说那么好的工作为什么不做？对，还是喜欢拍戏，因为业余时间我就去做做广告啊，拍广告，对，然后就还是觉得自己喜欢这个行当，是，后来就签约电视台了。这边是哪个电视台？我是在金鹤演艺公司有签约，在东盟卫视的拍八卦做主持。东盟卫视。对。是一个那个娱乐节目。对。就中国人看的拍八卦娱乐节目。他那个电视台是覆盖哪些区域的？就泰国的那些明星八卦，中国的明星八卦都可以有说。我说他那个节目，就是说对电视台的观众是覆盖哪个范围？中国人，就是在泰国的中国人，在泰国的中国人，还有国内关注泰剧的那些中国人。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说哎，怎么进入演艺圈的？对，就每个人都会问，觉得你是很神奇。你是不是也是说刚开始去尝试一下去试镜，或者是去做演一个小角色？你不是的吗？其实刚开始我是在正大集团工作，那我周六周日是闲的，反正闲着也闲着，那我就去做兼职呗。我就做了一个剧组的翻译。当时也是跟了几天，我是拍跟刘潇一起去接机，帮他做翻译什么的。然后到了第二天，他们真正开拍的时候，其实也算是机缘巧合了。导演就。还是要通过面孔比较好，不要了，他不要那些演员了，就让我上了，就让我代替另外一个演员的位置，就是跟刘翔一块合作。相当于是先是从做翻译，然后反倒被那个剧组看上。对，被导演看上了，就让我去演试着演，一演就认识里面的一些制片人啊、导演，他们就介绍。又做了活来。对，一个介绍一个，一个介绍一个，因为其实，在泰国需要中国面孔。很多场景都是需要有中国人出镜的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喜欢这个，就把工作辞掉。对，我就觉得特别兴奋，对镜头的时候就特别兴奋。那，就说从开始到现在做演员或者主持人这一块做了有多长时间了？三四年了。刚开始就很喜欢看泰剧，觉得哇，好酷哦！演员都很漂亮。对，演员都很漂亮，身材也很好。然后看了一些泰拳的一些打斗的镜头，我觉得其实外表看上去我是动心啊，
比较柔弱的，但是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强悍，比较独立，喜欢学射击，其实平时有去学射击。那个就是学泰拳。那个射击是不是到那个和尚打那个真枪？对，真枪。我们昨天去打过。对，感觉那个你是打长枪还是打短的？都打过。都有。啊，那个长枪好像后坐力还是？对，后坐力很大，但是我很喜欢，特别喜欢，想去考证。这个也能考证吗？这个可以的，考国家的证，就特别喜欢一些暴力的东西。我这个证是就是说考了以后是有什么用的？这个可以持枪的。就是去比赛了，比赛就是专业的人比赛。是比赛。那泰拳的话，就完全是自己的爱好。爱好。觉得很酷，可以防身。再有一个，其实拍戏的时候是有用的。有用啊！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可以塑身。对，可以塑形。是吃货。他进来比较早，就是说属于这一代的，就是比较早的。比较有代表性的啊。是，因为进来早，三四年又。代表性没有。代表性就是演小三演出名了。那你在这边演小三吗？刚开始演小三。啊。这是小三专业户。小三专业户。你们三台戏台有小三的，你们一定会看到我。我是小哪是小三啊？就是嘛。我真的我因为不看泰剧，我还不知道。你这今天一说我才知道，原来是演这个。小三。不过能占男主的便宜也不错。啊，可以。泰国的男主角真的都长得特别帅，他们五官比较立体。就可能因为演多了小三，别人会觉得我现实当中也是把我当做假想敌，也挺多的，我挺郁闷的。你在中国和人打过架没有？打过，打过，打过，打过。就是比赛啊，打架。打架也打过。在酒吧。在酒吧啊。带他去打。晋级了。哦，带他去打了一次。十几个吧，我两个打。十几个打完了。他都跑完了。那肯定打不过你们的。就你个人感觉稍微再长一点再出来。还多，过一下也还有，自己不出来我好做。你这里也收三十是吧？不是有方面。我也是纠结，有时候。对。那这搬他。你觉得你和叶龙，如果你和叶龙对打的话，不是一个那个重量级的，比我重很多。他比你重吗？对。等你朋友们开过来赛嘛。我打过有名的是李宁。哦，你跟李宁打过？对。你赢了没有？啊？你赢了没有？赢过一次，输一次。他很厉害的。对。李宁很厉害的。来，我经常看武林风，我会看到他。对。然后他们有没有说约定好，就说谁赢谁输，有没有说就是约定好？那有没有？都是真打的。对，都是真打。哦，那要你现在你的实力和波球打的话，估计怎么样？不会打过他，但是他体重不是我一个级别。他比你重。对，比我重很多吧。比你重很多。但是体重一样，我都不怕。哎，体重一样你不怕他？这是杨洋的酸辣粉店，王大辣酸辣粉。门特洋洋，好了，好枪买。你有华人血统吗？啊？你有华人血统吗？是不是云南那边？云南的。哦，就是云南那边。那边。哦。西双版纳。是松班纳。哦，我在那边。松班纳。对，松班纳那边过来的。哦。这是傣族吗？傣族。哦，傣族。因为其实面试这东西，你说试镜的话。这个东西试的次数多，很多人都是试的次数多，上的次数少。你以前面试的成功率在多少？面试的这个总体来讲应该是低于50%的。低于50%。嗯，包括很多我认识朋友，我认识那个傅老师，他当初。他现在在泰国30年，他在这个拍电影从事有个10年左右，拍一些配角，中国人的角色，
他本人都说也去试镜好多次，成功率不高，可能成功率只有寥寥的几次，都是50%是到不了，40-50%都是非常高的，可能是10-20%都有。像这种比如说一个角色拍一个大概报酬会平均是在什么样子？这东西真没法说平均。你说广告这个价，有电影有这个价，你看14,500部，片酬是税后，已经扣除税了，扣除东西了，这个是就是和还有舒适达的这个一个牙膏广告，它需要就是和上镜数分钟做访谈式表演，牙齿有过敏有敏感这种的，30-50%之间人在曼谷片酬税就是19-20%，那就是2000嘛。你一年以前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变成一个演员的？一年以前是什么时候？从来没想过。是，没有，肯定没想过。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演员。从来没想过，这是偶然的机遇，什么东西？现在是今年，现在是12月初是吧？12月初的时候，我是刚来泰国没多久，去年。因为我之前毕业的时候6月份是。那个他是本来说是来泰国，还有或者是来老挝，这因为老挝语文倒很接近，也找过老挝的一个 local 公司，然后就说好了，拿好机票签证弄好就来，结果然后那个就是在6月之前报了一个云南省公务员，考的是要边防的这个警察，他需要是泰语专业的男生，当时没想到这个6月份后来通知我过了，6月份还是5月份，反正是过了。通过了就是笔试是这个第一名，过了之后，然后就说准备接下来还有个面试，很多环节嘛，还有体能测试，就搁置没去老挝，机票没坐过，就去了西双版纳，但是西双版纳后来准备各个流程，最后就是其中差了一步就是功亏一篑吧，面试也过了，然后也是反正是。面试应该也是第一，反正是这个没问题，就是说是体能测试，他警察呢是有一个摸高，还有什么跑步什么几个环节，摸高就是一跳，然后摸高摸个2.5米还是几，我记不清了，反正最后差了一点点没摸到这个就这么一点1厘米2厘米的感觉。我家说直接在家里河南直接在郑州老家找工作，我心里就不敢想出去闯了。因为以后着想了，现在老大不小了，对吧？那本来我是很想问你的年龄，但是我又不敢问。但是既然你这样说了以后，我还是要问一下。这个不能说，这个不能说。因为我刚拍了一部电视剧叫《高校战争》，演的是16岁。我化妆就16岁好吗？你们不能笑啦。以后的规划还是准备做生意吧，毕竟。你不是太想再往那个影视方面发展吗？毕竟在企业单位也做过一段时间，然后现在之前是业余爱好做这一方面，但其实外国人在这边发展，其实有时候还是挺受限制的，因为你再怎么样，你看在中国红的外国明星有几个，对吧？因为你的身份决定你的角色的范围会缩小，对对对，所以还是得考虑到以后，因为毕竟也是来了6-7年了，就积累一些人脉，可能想做生意。你眼中的泰国和中国，你觉得相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地方最显著的在哪里？哎，你来了那么多天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对啊，我觉得泰国，说实话，我才来1-2天，可能感觉不是太明显，但是有一点就是。特别明显，讲话声音很小，包括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那个泰拳馆的那个老板讲话声音都特别小，对对对，然后我们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加上一高兴，是那里面咣咣咣。其实我觉得也是需要互相理解的，因为泰国人就觉得我们中国人太大声，为什么要喧哗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，我们中国人泰国还是要注意一点泰国的一些习惯，就是免得他们会觉得不理解，就互相包容一下。哇，来这么多真的吃不了啊，非常、哎、
就是螺蛳粉怕你们不够吃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这个叫这么多也吃不掉。没有没有，至于我为什么喜欢泰国，一待就是六七年，觉得泰国是一个微笑的国度。这个倒确实，我们有时候在路边就走，可能大家完全没有交集，也你只要眼神一碰到，也微笑就。对，只要一见面，他就会互相微笑，我觉得就特别暖心。之前刚进入大学的时候，面对面跟我走来，我说哎不认识啊，他干嘛跟我打招呼？我还看后面，也没人啊，就是形成一个习惯。那我现在回国也是会对别人微笑。生活节奏不会太快，太紧凑。对，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边，会泰语会英文，其实也是一个优势。对，就拿就业来说，可能回国的话会比较多一些选择。就说比回国，比对比在这边就业会比回国多一些选择，竞争力会强一点。那你远期有没有回国打算？远期？我打算在泰国定居。哦。那就基本就是不想回中国。我还是很爱国的。哎，我这个和爱国不冲突的，这个不冲突。要回国，要回国，但是可能是长期定居在这边，可能一年回去一两次，以后就是完全稳定了，可能会把我妈妈接过来，就把家人接过来。说实话，我也是，好多就是说我是就是找日本演员的时候会找我，这真的倒是，我的。因为他们说日本人长得比较猥琐。是的，就是二战时期。二战时期啊，那你的戏份应该比较多。还好。然后你就在这里被折磨一下，折磨死掉了。我就一个折磨死掉，是不是？跑龙套的啊，就是出来两下就折磨死掉了。对，有几个，反正有几个场景先开始虐，没虐死，然后就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然后那个戏呢，就是。先这样，先我是被第一个场景是被这个一群日本兵包围，然后他们那些日本人就是如狼似虎，就是来吃我的肉，然后正就是实验的是反正也死的差不多，然后这样子就是这时候杨洋演的女鬼出来了。杨洋就他推着一个小车，哎，我都没透气你就透气了。对，他一出现，然后呢，我当时我就是最后一口老血就被吓吐出来，我天哪，救我！我那个场景就不停的在翻腾，然后在那弹腿呀、啊，在那抽搐，出，然后这个手就是动作，最后我的膝盖都磕的，真的磕的流血了，然后就是，这个手看到没有？现在都有两个疤，这个就是当时磕的。哦，在那抽搐，然后在那叫，嗓子叫哑。其实一两个镜头也是想把它做到最好的。对，就做了两个镜头，我就做了两个场景。那天累的就是，就非常累，然后就是，但是最后得到导演他们就导演工作人员认可，你是非常欣慰。就做一个跑龙套的，当时他说，不错不错，演的很不错，很入戏。这简单的一句话，你心里就是对对对，高兴一天这样的。哎。就是这样啊、哦。接那个角色多少钱？那个薪水就是说是算是，如果国内来说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可能叫做特约吧，约就是说群特吧，或者叫就是属于这个几百块钱人民币吧。几百块钱人民币。其实我自己说不准，其实从小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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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这个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？有真的吗？应该没真的。你不要离我那么远。皮卡。你别脸红吧。我没有脸红啊。我发现你走到哪儿都被调戏。啊，我觉得，对对对。这个，妍妍，你有没有演过一些比较有趣的角色？就是这些年。有趣的角色其实还是蛮多的，其实大家已经给我定义为小三专业户。皮卡，他白天哪里是没得这干的，那是真的。你们换成中文的，换成中文的。
闻的，就感觉那个观众就真的被你征服了，有点光圈了。换成谁都被征服了。看他太像木头了，我就不敢靠太近，不然我就抱上去了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很 deep loy 的，其实我很斯文的。我就是因为吻戏也比较重要，我知道。那我演那个，你也演过。我演那个，我都不想说。我演台台弄里。什么？有些是男的。好吧，你跟男的我比你长多了，你还跟男女同异性，你跟男的吻了，我的荧屏初吻献给了很久。刚杀青的那个鬼片嘛，就是那个恐怖片，对，榜名也是在明年4月香港上映，也是演女鬼。女鬼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有个特异功能哦。知道是什么吗？不化妆就可以演鬼，厉害吧？我那天没化妆，但是说可以了，这个妆可以了。之前我是在大使馆工作，早上9点到11点上班，其实下午就可以自由安排了。下午我就去接戏，所以一天我是打2-3份工。在店开了之后，我就是3份工作，要来店里，下午去拍戏，早上去上固定的工作，就是这样一直忙碌，可能有时候忙到一段时间，忙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大病一场，好了之后再继续忙。大家看的可能就是觉得很风光，你作为演员，对，你很风光。然后我也是很新鲜，他们对最热的演员生活感觉很新鲜。对，但其实还是挺辛苦的，但还是有收获的，都不容易。我觉得在这边创业的那些年轻人其实都是挺不容易的，包括丹涛也是。其实很多时候就会有人问我说，哎呀，这女的肯定是被潜规则带上去的。很多人都会以那种怀疑的眼光，尤其是我比较喜欢打扮，演小三又演的比较多。其实我想说，哎呀妈呀，我也想被潜呐，可是导演都是男的，他只潜男的呀，在泰国这个社会。哇，你这句话，你这句话把我中箭，我更没有，虽然虽然就是演不了什么，就是说就是跑龙套，就是搞什么，就是还是要靠。第一部这演电影的肯定有问题，你看我半天。第一部演电影完全是这个纯巧合，那时候他需要中国人的角色嘛，当时就是说没那么专业，别结巴了，表现欲比较强。那天他去。他让我去那个某个行业，我没去，我说换一个角色给你演，知道吗？完了没有，这个角色已经很主要了。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开玩笑了，你去。在。